下各位有我山下智惟来为今天的宴会开场。欢迎各位来到欧家的花园，我是管家山下智惟。老爷在前一阵子，大概半年前，被医生诊断出癌症，现在只剩半年可以活。那他的传家宝一直迟迟不知道要传给哪一个儿子比较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赶快召集了三个儿子，把三个儿子找回来。那希望可以借这个宴会呢，有大家的见证之下，我们快点决定说这个传家宝可以传给谁。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山下智惟，老爷，老爷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要交代你一件事情，你办好了没有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又把就是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小儿子都找回来了，是私生子就不用了。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今天是要传家宝了。对，那个正房就是生三个啊，你私生子是大概3000多个。对，没有长到多少。那么厉害。好，传家宝只能够是给他们三个其中一个。啊，对，当然了。怎么都没有来啊？哎呀，干嘛呀？我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交代一些话。哎，真的是，叔啊叔啊，人家要死之前啊，叔啊叔啊，我就烂打我。你是不是应该先问我怎么说怎么说，就要动手打人了？这你不要太听话配合照做，让人解释一下。好凶啊你的打！那不好意思，有点本性必要。我就很烂。怎么说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候到处拈花惹草，搞了私生子3000。哎呀，最后老了以后啊，你看看啊，儿子们都不在身边，我你看这就像是在打我一样，打得锥心刺痛的。虽是比喻，是比喻。我都快挂了，还要你打我啊？你刚一副是不是就要动手的样子？没有啊，老爷，你看错了。我说管家怎么可敢打你啊？好难说啊，很多的戏那个管家最后就是继承遗产了。没有啦，不会啦。对，我刚自继承，我就不会找他们回来了啊，对不对？我的那个传家宝啦，啊，今天要叫他们继承的传家宝。对啦，哎呀，传家宝，我记得我们有请一位宾客带来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手边有什么想要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用的道具，欢迎把手举高。把手举高。怎么会把传家宝给宾客了？哇，这可不是喝到一半了吧？一点都不用大脑想的。不要举高。好，那就请这位该怎么称呼呢？小浩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把手举高。小浩，恭喜，请你在这些手举高的道具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给我们。好，大家手举高。好好选啊，小浩。那都当传家宝的，我们欧家的未来就靠你了。对啊，好，传家宝，小浩。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，还选了小浩？你去吹小号去吧，你。发夹吗？那个吗？传家宝是发夹。哇！哎呦，我快往生了我。哇！好，谢谢。哇！努力了大半辈子就传这个。有听你讲过这个传家宝啦，你就跟我讲过啦。哎呀，它很珍贵的，好贵啊！你有没有看到这传家宝，透明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象征啊。我们家能够赚到那么多钱，全部都是不放弃的人，紧咬着猎物。你看，北冰山就。就是这个不放弃的态度。
把别人公司给咬掉了。咬掉。哇，热情，你看看这个是上下夹，哎呀，透明的，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是不是知道什么意思啊？透明啊，代表老爷纯洁的心啊。哎，对，哇，这你也拍得出来。我就希望啊，哎呀，能够继承我事业的啊儿子啊，有一颗纯洁去伤人的心。就算有一天被人家逮到，哎，你怎么可以伤人别人？我他妈好纯洁的。至少是纯洁的，我们就是要害别人，我们是一心一意害别人啊！不要说了，我来日不多了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些三个儿子亲生的怎么都还不能？不能来啊！哎呀哎呀！啊，大少爷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爹地，我来了，爹地。反而是这个啊，出国留学的这个最早来。对啊，哎呀，爹地。啊，讲中文吧，爹地。爹地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哇，爹地，你可来了，富宝，龙富宝。Long time no see 啊，爹地。龙阿小。坚持要讲英文。爹地，我喜欢英文。你说啊，这样子出国这么久了，啊，英文都变你的母语了吗？啊，爹地啊。你小时候跟我说，我要做一个对 society 很有贡献的这个 work 啊。你选择讲英文的怕，有多简单的？应该整段讲吗 ？Daddy, I did it。啊，过去式啊，过去式。I did it, Daddy。你以前做过，现在不行了吗 ？Daddy, 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在做的那个 job 啊，是那个对。Society 很有 contribution 啊，哇，就是那个，等一下，大帅，我知道我们各位宾客一定都知道你在做什么职业的，哦、有没有？宾客知道大帅你在做什么职业？哎，国富宝是做什么的？殡葬业，没错，对那个 Society， 没错，我对 Society 很有 contribution， 对，很有 contribution， 怎么说呢，大帅？你到国外去做殡葬业？怎么说啊？Daddy 啊，我在 America 做这个殡葬业的时候啊，那边不都随便葬吗？把很多动物啊都安葬的非常的好啊，把他们的 funeral 办得非常好，把他们的葬礼办得非常好、啊，一只一只都丢进去烧了，非洲都亮起来了。然后菲律宾亮起来了，本来就很亮吧，亮起来了，整个亮起来了。那是你造成的。对啊，原来是你，是我造成的。那时候听到非洲一直有大火，饥荒都你干的。对啊，那个动物要好好的烧掉啊，哇，要用 fire 把它烧掉啊。你是不是就只是造成森林大火了，顺便把动物烧掉了？哇，也没有错。哎呀，那你在非洲做殡葬业做好好的，我想你应该就不需要这个传家宝了。哇，这个给你不就烧掉了吗？给你。啊，我这一次 go back， go back， 就是为了这个烧我。那你就说烧我。没眼睛也不是这样子的啦，我在你眼中也不过就是个动物。Daddy， 你听我 explain， 你听我 explain 好不好？你倒是 explain 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解释一下，解释的意思。我 go back 啊，是为了这个 Helen 啊，传家宝啊。啊，这个，你倒是说说你的非洲的殡葬业怎么会需要用到这个了？因为啊。非洲非常多 animal 啊，在烧的时候啊，太没有效率了，要拿这个夹子啊，把它全部夹在一起啊，我这样一把火烧起来，非常的 fast 啊。你专烧兔子是吧？对对对对，耳朵全部夹起来啊！不要了，你这给我夹犀牛看看，夹大象怎么样啊？夹大耳朵把它夹起来，大象耳朵这样夹起来啊！哦，哇！所以这个啊，管家管家了，管家了 ，Daddy，Daddy， 我告诉你啊。叫他出去。等一下，给我，给我，给你，太
糟糕的大儿子啊！我很需要。你需要什么？你只是觊觎家产而已啊！我需要那个黑人，我需要他吗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产，啊、我们全家跑拿去夹兔子里。你是不是烧到头脑坏掉了？没有别的儿子了吗？贝蒂，你要给我什么？其他儿子都没有回来啊！贝蒂，第二个，贝蒂给我，贝蒂，好吧，好吧，不少爷，哎，不少爷，做做黑道的样子，太大了，哇！啊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忘记这样子。现在拿回来。多少钱啊？H4 是吧？好吧。H4 啊。你多久没有来看爸爸了？哎、啊、呀，这少爷。哎，你大哥都从 America 来了。America Daddy。你都在台湾干了些什么事情啊？好吧，我跟你讲，工作风光很风光的，铃声响叮当的。响叮当啊！啊，圣诞老公公啊！什么小叮当、啊？还没那么快了、啊。说出来，你做什么事业的小叮当、啊？各位宾客应该都有听说过，我们二少爷是做什么职业的吧？盖违建，盖违建，盖违建的吗？还有，盖违建的，谁怕的了？妈的，你现在做这个？三个邻居还在听故事、啊，看起来一副就是会盖的样子啊！好像，好像了，超级像啊！好啊，你一看就保镖围标的样子。我跟你讲啊，新北市、台北市违建啊，全部都是我盖的。这没什么好得意的，这里人这么多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是那个人称柯文哲的天敌啊，你知道吗？随便了，爸爸不想再想前面的事情。一点都不想。哎呦，李哥，你这样是亡命天涯，也不是办法。哎，既然这样，我更不能把传家宝给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拿这个会为非作歹的吧？啊，好，我就还给我给你，我跑了。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啊？你先听我讲，我讲，违建再走啊，发夹要有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？发夹都违建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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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你不能再想太久，不要再搞黑幕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，那钢筋在摇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钢筋都是用这个夹起来的、啊。怎么可能、啊？谁相信？刚刚还有人点头了，怎么？这是违建的。哇，这个会夹夹夹的，对不对？跟那个你前讲的 Baby Shark 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钢筋是 Baby 钢筋啊。然后，好了啦 ，Brother。好了，好了，所以就是你要违建之前啊，对，你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啊。你违建还赤子之心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啊？像是要叠积木一样啊，每个钢筋呢，就要先用发夹夹一下，才会违建啊。啊，听懂了，节省成本，该夹的用这种夹。对吧？照理讲应该是个钢筋水泥的，你这个保养就买得到了，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讲成这样子，更侮辱我们传家宝了，是不是？我这里就算年假，也不该来去拿去做违建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别的儿子了吗？大家很缺啊，真的是。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两个选一个？小少爷，小少爷还没不知道跑去哪了啦！哎，老爷，哎，家伙。我们老幺啊，小少爷，他能活着就不错了。不要得意的太早，笑得开心点。爸爸，你最喜欢的欧俊俊来了。你还知道自己叫欧俊俊啊？哎呦，我这。
最担心就是你让我拒绝。好吧，我那个毕业之后啊，我真是找了一份非常好的打工啊。你这样子，还有人要用你啊？哎，爸爸摸摸你的裙子啊！哎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我管家，你知道我打通多少关系，花多少钱才送他去成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成大医学院的标本啊！拿出来报答，当然谢谢你。我说可以当他们活体老师。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有了有了有了哇！哎呀，俊俊啊，俊俊，你不要跟你那两个哥哥争了，你跟他争什么？你后来做了什么工作啊，俊俊？啊，爸爸，我想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宾客们都知道。哦，俊俊一定是做一个非常平凡，然后在兼职打工的工作，对吧？他是做什么兼职打工的？你们知道在外面做什么？总统，总统吗？哇，原来你是在总统府打工，这种是为什么做爸爸的不知道？好啊，开电视就看到你了。啊，老爷，你最近比较少看电视吗？我四年都没看，刚好都漏掉了。原来哇，这四年老不见到你，你去做总统了？好啊，我是那边招上回来的啦。你这件好闲啊！哇，快没你的事了，还要交接。爸爸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做总统的、啊，你继续抢着啊！做总统的，吓死了吧？好久没回国了，不知道这国家是怎么搞回来的。太搞笑了！你有这么多围巾可以盖，这是要包容你的，知道吗？故事都串起来了。爸爸，君君说了。爸爸，我们这些做总统的、啊，这些做总统的，讲的好多了，这怎么样？讲的一堆人都要做总统，三千多个都在当什么？做总统啊，就是要实实在在啊！啊，我们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讲这句话好没有水平，去哪背的词啊？真的，哎呀，你做总统，爸爸好，好压抑啊！当然也是好欣慰了啊！哎呀，这几年来啊，一直在为了我们的国家努力啊，好棒啊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跟你讲啊，不是啊，我们有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建案啊，然后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，要一直盖房子，一直盖房子，让我们人民有家住啊！哇，怎么样了？听起来就是违建了。跟二哥合作嘛，那行了，我直接不把传家宝给你。好吧，等一下，你说这个对你这个即将卸任的总统有什么用啊？好吧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夹子啊，对我们这些总统来说，就是夹住民众信任的东西啊。会说干话了，讲这句话前面还蛮有道理的，后面手就松开了。我记得有一任总统也是这样子的，手会不小心就掉在地上了。而且，啊，你看上面这个还有铁钢丝，对不对？铁钢丝什么意思啊？铁钢丝代表我们炙热的心啊！为什么？怎么说？这种干话很少听到。铁钢丝是炙热的心，大家听听看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。这铁钢是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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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对不对？代表就是我们心啊，就是跟民众一起绑在一起啊。哇，一圈一圈就绑在一起。哇，那你看什么东西都可以一起的。那你看那个蚊香不就都是？那以后你都是卖蚊香的。不止啊，而且啊，这个东西你还来啊？它有分，它有分成两个部分，对不对？上面跟下面。上面啊，上面代表就是我们民众的信任啊，下面就是我们政府用工作事的心啊。哇塞，这你都可以讲，好会讲。啊，这么搞笑，我好听话，难怪你们会随便投票。
A 面两样都可以这样讲。哇，我真的小看你了，以前以为你是智障了，现在觉得你根本是他妈政客，很适合。爸爸都被你说服了。好吧，你一定要把传家宝给我啊！看看你们弟弟啊，哇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都选错行了、啊？哇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啊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样子应该可以决定说要选谁了吧？三个人讲的好有道理啊！对啊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心已经有决定了啊！我决定了。哎呀，我们家训啊，这句话刚好印证了你们刚刚有一位说的，哎呀，家训啊，说到啊，一杯绿豆沙不要冰。谁老爷？这个还不明显吗？光第一个，一杯绿豆沙不要冰，那当然就是大哥没希望了。不要冰葬业的嘛。哇，好了，聪明啊，老人间的智慧啊，先淘汰掉一个。聪明的做法，其他的多想，慢慢想，慢慢想。第二个，真的好明显了、啊，还有一杯绿豆沙，因为它只有一杯绿豆沙，对不对啊？对对，对，没有好几杯啊，就代表这个人啊，一定是个自私的人。哎，怎么说？不要分给别人喝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老孙不适合了，不适合。心要跟民众的嘛，所以呢，应该给老二。你看他黑道的样子啊，他看到人家一杯绿豆沙。代表什么？有人只要给他冰啊，他就冰得了。哇，我已经没有别的谐音梗了。人家看起来就是要给二少爷了。好吧，给你了。服不服？你们不服？爸爸，爸爸，等一下，少爷，你们冷静一点。老爷现在身体……他刚刚是不是要坐上来了？坐票嘛，是吧？大少爷看起来超缺业绩的。马上他坐上来，他就可以帮我收尸了。你们到底谁跟谁合作、啊？管家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啊，就是导演，我前阵子就是在陪你的时候，就是听说啊，哦，你有些遗憾想完成啊、哦。是啊，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要去照顾好多个啊，那个你们的阿姨啊。啊你们三个，我从小都有陪伴过你们啊，虽然都短暂一刹那。啊，妈妈走之前啊，希望可以重温以前跟你们一起做过的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想说重温看看，说不定你就比较会真的有一个想法嘛。看你们谁还记得那些事？给你我给你我你呀、啊，哎呀，老大已经没有白疼你啊。以前我们一起做过什么？给你，我跟你讲哦。嗯，在我 junior high school 的时候，又说英文，一样。你每次只要 work 回家啊，都会想跟我说啊，要一起做一件 very happy 的事情，非常快乐的事，分享 happy 的事情啊，还有快乐的事加了两次，做完了、啊，应该就不会有遗憾了吧？哇，你还记得啊？哎呀，有，是啊，街坊邻居都有听说，街坊邻居都有听说，哎、欸，后面的我们的宾客有没有听说是什么事情啊？七百本啊，对啦，好 happy 啊，七百本。谁呀，老爷？我中，我下了。对啊，老爷。对，是的。是啊，谁叫你忘记了吗？对啦，我们就要干这个的。对啦，老爷，你都之前好想再跟你洗两管白粉啊。哎，我跟你讲。我在 America 带了非常非常多 special 的白粉，怎么进海关的？你专考这些有的没有的？这是白粉吗？
那是鹿角的吧？这是大象角磨的吧？对。哇塞，这个配方啊，吸完一定就没有遗憾了。废话了吧，吸了就往生了吧？问题连毒都不是了。不好说啊，说不定比较快乐一点，对吧？重温旧梦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一起吸吧，试试看吧。好奇怪的一个意思。我们交杯吸，我们交杯吸，交杯拿过来。是这样。儿子，我吸到的是兔子的。Daddy， 我吸到 elephant。啊，好东西都留给你自己了。好了，啊，到底在趴在干什么？老爷，一百粉还不错吧 ？Happy。死前可以再吸到一款兔子粉，我说是有什么遗憾？啊，老大算贴心了。对啊，爸这个。如果我往生了，我的骨头你也来吸好不好？每天拜都吸我一团的。谢谢爹地，谢谢爹地。十五年前，只有我们可以做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只有我们可以做。对啊。哇，好吧。事情啊，我都忘掉了。对，二少爷，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讲的很大声，其实我们右边的邻居也都有听到哦，右边的宾客。只有我们知道的，右边邻居知道。太大声了，他们都听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我们这边右边的邻居，你们有听到是什么事情吗？老杯少。老杯少。对呀、啊，爸，太久了，对了，爸爸好怀念那个时候背你的时候，现在应该轮到你背我了。对呀、啊，够，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少爷。你年纪轻轻，这对你来讲应该 OK 的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哎呦，这画面好感人啊！小时候要拍照，快点啊！我们有其他场可以这样子。哎呀，其他人不服就。我觉得这样可以的。爸爸，爸爸，后面还有戏份，我不想在这趴就往生了。我们的感情跟回见好感人一样的稳，对不对？感觉后面倒的。18年前，18年后，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背不动我。对啊，有点感人了。我觉得好了，就这个东西都给了你，好了，二少爷来了，哎，好了吧？总统要说什么？总统，爸爸，大哥都在害你啦，一个想要让你吸。白粉而死，然后另外一个想要背你，害死你，爸爸，姐姐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以前的事，我以前三年级的时候，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你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跟我做这件事情，我听起来蛮违法的。三年级啊，什么死啊！我知道各位前面的宾客一定记得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打什么球啊，还是对吧？下棋的，对了，应该是这种啊，我不合的吧，对不对哈？不是吧？什么事情呢？摸奶象。什么？去摸奶象。摸奶象。摸奶象啦！哎呦。哎呀，邻居知道的也太细节了。老爷，他们就是住摸奶巷那边的邻居的。等再摸邻居再看。哇，真的是这样。摸奶巷是我建的啦。哇。等一下，我们搞不清楚状况。给你那个材料。摸奶巷是你建的材料，然后摸的是邻居的奶。对不起了，我完蛋了。我造了多少孽了？啊。那时候你最喜欢跟我去摸奶巷了啊，所以现在要满足爸爸以前的遗憾。没有错，你要重新去摸一次是吧？好，我们再去一次摸奶巷吧。哪一个讲的？讲出来。对，爸爸可以
给他妈妈看。这个遗憾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不要激动，会心脏病啊！哎呦，恭喜今天传给他了。抹奶香，传给片刻吗？抹奶香，很好。好吧，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抹奶香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有观众自投罗网。我才想不到一点，真的。老爷，你现在应该有人选了吧？这位当然有人选了，这个还用选吗？对，这个俗话说的好，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三个要选谁了。还有那个宾客也可以啊，对，你是这边的啊。哎呀，来自宇宙的善意。都很感动，一个西白粉，宇宙善意的一个老贝少，另外一个我奶，宇宙传讯息了，他传善意，是我奶。宇宙跟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契合，我最喜欢宇宙了。这个宇宙传来的讯息，说要绵延子孙啊，不能做伤害身体的事啊，不是洗白粉啊，绝对啊不是老贝少，还有我奶啊，才有可能绵延好多子孙。我这3000多个私生子怎么来的？天天叭叭叭叭叭叭，不啊！然后邻居一堆阿拉不说了哈。啊，宇宙的声音啊，这趴好可怕。那就给俊杰少爷了啊！怎么的啦？还有什么话说？哇，我这趴不知道演这么久。这样都烦死了，又不服了，还这么麻将，有什么话说？啊，这样子好了，给谁都不对。给他们，你们在最后一次机会，就给你们再讲最后一句话。你们想对老爷表达你们真的以前没有想要讲的话，没有讲出来的话，然后表达你们的爱意，好不好？爱意就不用了，亲子之间的啦。对，再表达一次吧。好，不如拿那个奖好了。哎呦，以前都是虚伪的吗？想清楚再讲的内心话。